佛法在人间两千多年来，不知利益了多少年岁啦，也嘛是真可叹，就是两千多年的佛法在人间，无听到佛法的人啊，不知又是偌济，都亲像不多一天啊。路人伫咧行，甲着一群的比丘看到佛陀呢，忽然间阿心落去，土堆的内底骂一骂土，就忽然间问着比丘讲：“我手中心一骂一土，做无？实在是呢，对，迄个苏密山啊。”一土就较侪，大家人就安尼回答：佛陀啊，手中的这枚沙石，哪有法度甲苏密山的沙石来比呢？佛陀呢，甲沙都放落去，就讲：住得住啊，恁到底？听偌济话啦！遮尼长久的时间，伫身躯边，恁到底听偌济话呢？舍利弗呢？他就来回答：啊，诸位同修啊，咱逐天啊，虽然听佛所说的话，看佛陀啊。在咧化度众生，咱所看得到的范围真小啦。应该呢，咱听甲天下来比较啊，应该法咱所听的是无罪啊，不多欢喜啦，用在比丘啊。就讲，确实，舍利弗所讲是实。大家人虽然逐天啊听我讲话，虽然逐天呢都了解这安怎化度众生，可是呢，你是不是真正体会有偌多？何况真多人。无法度听到，无法度看到，无法度当到佛事、佛法，那都亲像呢？苏密山遮尼正大的石甲沙，真正听到、看到的，也个不如呢？伫这面沙里，所以人心难。地大，佛法更是难闻。有一天啊，僧团中的一位比丘，吃饱饭了后，甲布洗好啦，收好来。开始轻盈，就走在正下外面的旷野，走在一丛树下，伊就坐落来，在迄个树下里打坐啦。忽然间听到有声音在咧叫。修行的尊者，安尼连续两三声，还阁伫立定念，但是呢，还阁予这个声音给印着，看着远远啊，真大尾的蛇，伫着哇！
心有一点仔惊吓，就赶紧问讲：你这尾大蛇到底是安怎？这尾蛇甲伊对话啦，讲：你唔知捌听到乌斯达王这个名无？捌啦，不过伊已经往生啦。乌斯达王就是我本身啦。这位比丘呢，就讲无可能啦。于是这位信佛，而且供佛供经，伊要哪会对着妄心呢？这位蛇就讲：是啊，我信佛，我供佛经啊。一直到我病重的时，从这个临终那当初，我的使者夹着一支线，伊咧甲我一路哄啊，无拄好啦，迄支线咧，甲我勒对我的面面啦，我一时咧非常的生气，伫迄个真生气的中间。吞了最后的一口气，王神啊，真受气的心啊，忽然间呢，用迄个境界啊，我就成为了大蛇的身形啦。我一直想，我也捌做过好事啊，我也供过佛经，为什么我哪会落得大蛇的身躯啊？请尊者会当来甲我开示，让我脱离了现在这个心。这位修行者比丘啊，伊就讲：真可惜，虽然你会当供佛经做好事，就是你无有文化啦，你若会当听话，你就会当唔免对了阿弥的心形啊。是啊，我家己嘛唔知为什么啊，你就开始为这尾蛇讲起了苦集灭道的道理，详细为伊说法啦。这尾蛇呢，欢喜消失去啦。一个月月后啦，忽然间啊，伫正夏日呢，一阵风啊，咧来，搁再呢有迄个散花啦，到佛经团的面前。这位天人啊，向着佛陀顶礼，就讲感恩啊。这位修行比丘将佛陀所说的法来开示，让我会当了解啦，我呢忏悔啦，脱离了蛇的心啊。想着过去供佛经的福，我升到天堂啦！我要来感恩佛经啊，都将经隆重看到啦。为这位天人说法，搁再加以祝福，这是佛陀的时代啊！公案，所以说起来人心难得啊，要对路托诚心真简单。临终的时阵啊，就是敢那安尼一念心啊，迄、那个真魂一去，用迄个境呢，它就变成了蛇的身躯。好加在伊过去呢，
有做了好的因缘，那有安尼的比丘啊，听法入心啊，随境界呢，会当随境说法，会当渡到这尾蛇。所以啊，咱爱好好用心嘛，要安怎把咱的心顾好好？人生是难得，佛法是更难闻。那这个浊浊呢，定定把咱覆盖着，这个习气呢，都是这么顽固难化。那一念呢，都唔知走到对倒去了吼。所以咱爱感恩佛陀啊，迄、那个慈。用慈悲来释教，用种种这个苦的形态，和咱去见苦呢，爱治苦，见苦呢提高境界啊，这些佛陀说苦法的道理。